今天我就會介紹 Sightmark 一隻比較入門級的紅點鏡，就是這隻 Tactical Red Dot Sight。 你看它的樣子都挺像 Aimpoint M2 那些款式，它也應該抄那隻款式，但是價錢便宜很多，大概 800元左右。它有什麼功能呢？ 首先我講一講它是有5個光度的， 1至5在後面零的。 接著它會跟兩個 flip up cover 的前後。 它現在這個 red dot 就是5MOA red dot 來的。 又不是說很散，但一定沒有最漂亮的那些，可能你跟 Vocal Wing 那些比， Vocal Wing 那些紅點就漂亮一點，沒有那麼散，但這隻其實如果這樣的價錢來說我都覺得合格的。 如果你因為始終都是入門級， 如果你剛剛玩 GBB 又不想買一些玩具鏡啊， 老翻鏡那些， 因為始終有機會走點和會壞的。 這隻的 Parallax 都 Parallax Free 了， 即是你的紅點放在 target 部位，你的頭不動，粒紅點都是永遠 stay 在 target 那裡的。它 elevation 那些就跟 aimpoint M2 一樣， 都是這兩個位置交，你有得扭開。 overall 來說，這隻鏡真的非常之抵玩， 因為當你 如果有玩開 GVP 的，你都知道真鏡的重要性是幾緊要，尤其是如果你打比賽，或者你真的去到 War Game 場嗰陣時，即係玩玩下，你個鏡熄咗，你都唔知點算。咁呢啲鏡，因為佢真係design俾真槍，咁佢嗰個 recoil 都頂到嘅，咁所以你啲落 GVP 係完全冇問題。咁你呢隻都要落翻個 protector 啦，因為佢塊鏡片就唔係防彈嘅。咁但係市面上都其實大把 M2 嗰啲 protector 或者 Q flash 都可以裝嘅，但係佢就冇跟 Q flash 㗎啦呢個。咁如果你哋對呢個鏡有興趣咧，你可以上嚟 BunnyWorkshop 睇下。但係呢個禮拜咧，就啲貨就差唔多清曬咁滯㗎啦，我哋個櫃。咁但係我哋下個禮拜就會翻齊曬全部 stock。咁尤其是1至4倍鏡都有啦，有另外一隻6×44嘅 Wolf Pound， 咁其實嗰隻好多人都想睇下實物嘅，咁到時都會翻到。 如果你有興趣，到時可以上嚟俾個 display 俾你試下，望下睇啱唔啱心水咯。因為始終西馬佢一系列鏡咧都有好多款唔同嘅 variants， 咁可能有一隻緊就啱你心水。咁今次係咁多先，下次再傾過。